等一下，没事吧？啊，行。忽冷忽热，牙套的钢丝容易崩断。来，让我看一下。啊，怎么办？我先帮你处理一下，这样钢丝就不会挂到嘴了。 手怎么这么烫啊？艾老师，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手很烫啊？走吧。哎，艾老师，你在发烧啊？所以你刚刚下山是为了买药？不过现在没事了，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这里还有一个，要不然你也戴上吧。哦，没关系的，我不戴了。戴上吧。 抽出精神 ，OK， 戴了都能戴好，挺可爱的，走吧。 许多年之后，我仍然可以回忆起这个场景。本来以为自己要熬过一个漫长的黑夜，因为他的出现，记忆里刺骨的寒风。 都被删除了，留下来的只有满地的月光和雪地上交错的兔耳朵声音。